说他喜欢你34年了。其实你也是我妈妈的偶像，现在也是我的。哎呦，我刚刚看你在电影里很凶，但是奶奶说你以前不是这样子。我会改的。我错了。你还是有选择的。超派旁白哥抱抱刘德华前行演反派太坏，公开向小粉丝道歉，我错了。这样看清楚，这样看是不是？这样看巨帅呀！这样看不行，这样看还行。这样看挺行。是彭于晏网络行销帅到零死角，新片《前行》中他演警察，刘德华演反派，双帅铺天盖地的跑宣传，非常娱乐呢。不能对我说一句你好，彭于晏。你也叫彭于晏？彭于晏你好。我是江南彭于晏。我今年12岁，我是彭于晏。这题是帅哥，刘德华。我要潮了。那马上第二题来了，彭于晏，帅哥，你坐在中间，感觉打我吧，步步正业。你最想嫁的人是谁？这应该就是我了吧？你小茶，谁最恋爱脑？你只是因为偶像的抱负，所以不能讲。我没有偶像抱负。你一直特别喜欢一个人，喜欢了很多很多年。啊，这是一个新的剧本吗？你刚才哪还真的相信？不要说他，你我不要说他，你我我我我，你还有自己唱功能？为什么你得自己说一个证据？你会做什么事情？中间只有我结婚。大名鼎鼎，我叫鼎鼎，四分之的鼎。哎，华仔在片中的坏蛋演技超好。你冇得拣就拣呢身我屋企人，好朋友，我有得拣杀你屋企人，而家我仲会36啊！你明唔明啊？这般惊人的表现吓坏了孩子呢。我奶奶说她喜欢你34年了。其实你也是我妈妈的偶像，现在也是我的。哎呦，我刚刚看你在电影里很凶，但是奶奶说你以前不是这样子。我会改的。我错了。你还是有选择的。口证据就好啊。三立娱乐新闻，超派报道。